昨天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1年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监测结果。2017年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数为72.9，比2001年提高了13.6个百分点，平均每年增加1.93个百分点。按此发展趋势，到2020年，完全可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。